小玉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小玉，那是你什么人呢？我爸。我先上去。一起吃啊！谁吃饭了？我是他们家顶楼加盖的房客。哎，不用坐。爹，爹。平常的起居都是你在照顾。 连他们的生活开销也都是你在支付，一般房客应该不会这样哦。新年快乐！你想要你做那么多，我应该都回来是，那是不可能。警察开门！那个人不能相信啊，他是我爸爸，他不是。另外，另外不要知道。 你以为你删掉我们就看不到吗？现在是来威胁我，我希望他见你，我要见你痛苦。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秘密？那为什么你不跟我讲真正的事情？我没有办法让他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成长。我全心全意爱着这个孩子。把双手举高。这都会有分什么正常还是不正常吗？不要！他是不是？不要我！ 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很讨厌、很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我们跟警察说，走。我不要了。可是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错。